苗栗区县 TGD 本土病例，苗栗政府在 Q 讲，该个案系后两日一个四十八岁男性，治疗时身体唔舒爽，去新竹体检了后确诊，连馒头县立医院负压病房照护，卫生局已经列出五个场所，含有接触的人六十六个。新竹县连麦进入四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，新竹市都连麦日前无出现病例，但是为了确保还要做好防疫，新竹市长林志杰每同防疫工作提醒做准三级，要求民众要用实名制登记的方式将生意品卖出卖东西，每些企业部分跟那些提供外带的服务。中发现疫情近两年严重，中泰国中全部接到卫生局通知，有两个学生确诊，规学校对今日开始停课到五月三十。另外，已经确诊的葡萄贩家畜，其中有一个人因自己失去酒，共造就三个人染出阳性。中发现政府紧急列出1300个人而自主空间管理。上礼拜之前变严重了后，台东气象关山农会米厂甚至系慈善慈善的农民，遭陆续接到苗栗而买米的拆配订单，这份量系平常时的一到四倍。关山镇农会的负责民众，台东无好觉得米的量尽管如那，民众买如那些之后，唔是顿富。上礼拜苗栗政府山区库徐飞特地徐头区公司关线某大墙出门都是，促成礼拜六礼拜中南停市头份感而警示。十七九时，苗栗县政府贴片以南中乡田尾来后院关线事情，徐头区公司讲已经加强调土同细水。